轮量大的话100cc，你们那个管道上很难清洗，对吧？这个现在的车就是不能太多了，不能太多了，因为玻璃不小的话，也有点大了。厂里面有几个江西人呢？就我一个。就你一个。搞了烟囱吗？好好吵哦！也能吵。啊？有没有这个秋啊？还是这么大的？把烟囱拆出去，没办法。哎，那个水帘下也没什么用啊。水帘像不说一点用没有，但是你在屋顶上的排水下面搞一个烟囱，底下搞个水池，把这个气要跑到上面。把他们好玻璃给你们。把窗户不锈钢化的，放那边。放窗户上面，看不到这个，遮光。我操，这个太急眼了，这一块玻璃到现在都没卖。你要喷多久化妆了？一块接一块，不就连牢了吗？要一块，现在是一块连，连不连喷不就快了吗？这很长的。你不是喷一块知道吧？前后应该是10米长吧。有，这么多。12.3米。那是器物啊，器物，怎么会器物还有这么大呢？哪里啊？你想一点没有，大部分。这看着朦朦胧胧是器物吗？是的，都是器物呀，我就说往外排这个，不往外排。你的水帘下面没什么用啊？怎么没用呢？有点用。哪有没用？我没感觉到有多大的用处，你说实在哈，为什么？我喷漆也就这个，也就这么大了。我操，我两个那个排放站房子。你要往外面排就没事了，现在排在这里。他说就是在屋子里。
这个哪里形成这么粗的管子呀？把铁皮搞管子嘛，这个底下搞个，把底下搞个水水槽，直接排到水里面呢？肯定排到水里面嘛，不然排到外面，人家让你排的。那边人家绝对不会让我们弄的，老板，你相信不？哎呀，把这个管子弯下来，直接弯到水帘箱里面好了。那你行吗？不行啊，那个估计肯定绝对不行啊。这个质量不行。这个质量不行。胖了。这个。我们哎，你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加上我们这个弄个管子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没事的。弄个管子，它本来就是垃圾。啊、干了表面干的，表干了是吧？要手上不摸手印，就说明可以了。稍微有点手印也没事的，基本上没事。因为我口罩关住，而且它这么烫了嘛，稍微有点基本上还好，没事。不捏了吗？